谢。今天的服装是黎巴嫩籍纽约设计师品牌 Mono， 然后今天我觉得它的礼服的剪裁很大胆又极简，今天想要表达的我。然后今天佩戴的珠宝是宝石龙，宝石龙的 Cut 系列。那这一次我戴的手环是全世界只有两副的，今天在我手上很开心。对，会紧张吗？我今天还蛮完全平静哎。哎哦，好像很多阶梯，所以微微紧张，就是怕有这边曝光这样子。今天蛮期待整个秀，对，很轻松的心态。好，谢谢。